没用啊，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你完了是吧？啊！我操，头两下，好闪现！这河流之王怎么的呢？嗯，这河流之王今天别想上线啊！我指定堵住他。我操 ！A 两刀，平 A 一刀，扎一下吃药 A 两下，平 A 点炎，闪现 A 接扎。哎，这咋没出来呢？我操！我操！今天咱俩谁也别上线啊！你也别上，我也别上啊！完了，叫人是吧？不讲武德。哎，那一下平 A 没出来。将我的智美无情剥夺，毁灭便是他理所应当的结局。一二三四，为啥咱俩谁也没碰？他们家兵线多一点。哎，真的好烦啊！怎么能没出来呢？我看那 A 都出手了，中，掏两刀，扎一下，掏两下，平 A， 扎一刀，中，掏两刀，平 A 打强攻，扎一刀。掏两刀，扎一刀，平 A 两下，可以。嘻！啊！别这样啊！别这样啊！哎哎！没完了是吧？就没完了。赵信怎么这个样子的呢？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波千万不能死啊！这波一定不能死，就是没看见赵信之前，我们是不会跟他打的，千万别打，打了死了，游戏结束，扎一刀。扎两刀，扎一下 ，A 两下 ，E 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A 接扎接点炎，扎两刀，砸不了，掏两下接吸，爆针眼了呢。
哇，扎！扎一刀 A 两下，定，扎，再扎，定，扎，扎，打不了 A 两下，走位，走位，扎。吸血，马上我们省扎一刀 A 两刀 W 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下 E 一下平 A 接大招 A 接扎接吸，这个打比走了，我的海妖杀手呢？这把得要个水银海呀。扎两下扣一下，扣两下平 A 平 A 平 A 接扎 A 两刀，平 A 接扎 A 两下打爆流星，赶紧的，我这老些兵好，我们家就我死了一把，那队友咋那么狠呢？我扎一下扣两下平 A 点炎，扎一刀 A 两刀接大招，接 A 接 W 溜，给我甜死了，要不然我这边吸应该能反抓一手，不过还行，是给塔姆的人头，这就非常 beautiful 了啊。先来皮海呢，先来皮海吧，跑的还能快点。过一阵儿是不是还得出个英雄？福耶哥的女朋友，赶紧拆塔。先走一走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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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杀他，来扎一刀 A 两下平 A 平 A 有没有大 A 接掏接 A 两下打不溜平 A 一下，别着急上啊 A
A 刀 A 两刀平 A 一下，吸过来。哎 ，A 接招 A 两刀 W 六吸，呵呀呀呀呀！三爪重击。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下平 A 一 A A 接刀接 A， 我直接大走，烦死了！这赵信咋这么讨人厌呢？看看这蛤蟆有没有上路刺激。虽然偶有衰落，但如今我们将汹涌无前。不推的话算了。走，下去打玩团的。上路兵人不要了，这波我得去找着赵信去。兵线别动啊，虽然我们可以升个十级，但是这兵线别动。一下黑雾缭绕 ，Q 闪接点炎 ，W A 两下，给我吞了。真难呐。漂亮，又是这赵信，你看着没？这赵信可烦人了，这赵信杀不完，我们先打个红。好，我到了。能打过不？别管了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！打不打得过，咱也得过来。我大接 W 呢，哎呀！这里头应该有眼儿，我估摸着。别急啊，别急，这波别急，卡牌来了，晕我没用，晕我你杀不了，我们进草丛挡一下。中，扎两刀 Q 一下，扎两下走位，一下又死了。这波没有大招，确实不太应该上，你知道吗？秒着火蓝费点劲，我们一套技能最多给他打剩这么点血。哎呀，漂亮 ！nice， 这波。不能再这样死了，我得收割一波了。
嗯，我得收割一波了。赵信搁左边呢，给我找他去。你给我中，我扎两刀扣一下点燃平 A 接大招接吸，你妈了个巴子的。大仇得报，把二塔给他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比较多的意思。火蓝中，扎两个扣一下，扎两下，扎筋儿，快走，快跑，快跑，我被点燃了，我打个蛤蟆啊，回点血来。这波可以打，我们 E 过来 ，A 姐扎 A 两刀，吸切牌，黄牌定住，接个扣，接大招 ，A 姐扎接吸，完了。来塔吧，回家破败了。可以一闪吗？一闪，为啥要一闪呢？一闪干啥呀？可以一闪，这一技能的机制，它就根本它就不可能能闪现，就底下它没有毒条，没有毒条的技能好像都闪不了。我早晚有一天把你杀了，小伙子。我指定把你杀了，吸一 Q 接 W 接大 A 接扎接一技能平 A W A 一刀 Q 闪扎两下，吸吸吸坏扎接大招扎一刀吸霸走。红牌，他是唯一的星光，看过就中，一个把死，没死掉。再见。
打个红的。不过这英雄大招冷却时间还是有点长，是有点长的。二级大招冷却100秒，可能跟我一点解析力都没有也有关系。干嘛？我扎你一刀，你有脾气啊？扎两刀打不溜走，一下。A 扎 A 两刀接大招 A 接，我走走位，扎一刀，再扎走位走位，掏两刀 W 走一下，几个人啊？来人，队友。到我了，轮到我追你们了。中，打个河蟹也行。一下吸，来，吸，给我杀赵信，漂亮！这寒冰射的准呢、啊。最近在我们直播间有些那个抽奖的工作室啊，可能是。就是那种抽奖工作室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他们可以百发百中啊、哦！这种小子啊，这些小子，我告诉你们啊。